看看新闻网。大家好，我叫唐峰，今年26岁，来自上海。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家国企的企业管理。然后今天我的爱情宣言是：在我的世界里，我希望你是我的那个他。你拿的那个是？这是我自己做的，叫丝袜艺术。我一猜就是，就是丝袜花，对吧？这是拿丝袜做的。对，就丝袜的那个面料做的。哎，你个小伙子，你有这爱好？我知道，喜欢这都是好多阿姨呀、妈妈呀、姐姐呀。因为从小家里管的可能就比较严，也不让我怎么出去，所以兴趣爱好和一般性的男生可能不太一样。心灵手巧。那你今天带这些来是送给他们的，还是光展示一下？对，我是送给在场的每一位。来，这是亲手做的丝袜花啊。看啊，他要挑选的，但是跟你衣服是配的。这都是他用他前女友的丝袜做的。哎，这里面有什么讲究的？老师，你看有大有小。对，有的给的是玫瑰，是吧？有的是盛放的月季。月季。好，来过来，接下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的这个题板。上面画了一个超人，是什么意思？对，我的题板上画的是个超人，那我就希望我以后能成为他的心目中的 Superman。 你今天才艺展示就是送这个花吗？不是，我的才艺展示是带来一首那个周杰伦的《安静》。来，有请。只剩下感情陪我攒了几次，睡着的提醒，安静的皱着的，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真真的，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想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当时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好了好了，弟弟啊，如果按你的唱歌，你是过不了票的啊。所以他们都是因为你的花给你投票了啊。谢谢。咱以后在公众场合歌就别唱了啊。来，有请。纵然带来16朵玫瑰，但是当中只有一朵是想送给这个人的，那么是谁呢？请选择。哦，请说第一印象。男嘉宾你好，这朵花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一看真的是含苞待放，做得非常的细腻。但是这个歌声对吧，我觉得你不应该唱歌，你应该当指挥。一会儿呢低声部起，一会儿高声部起，一会儿高低声部合唱，哇，太了不起了。谢谢呢。男嘉宾你好，我3番4次想帮你合了好几次都被你带走了，所以就放弃了。不好意思，其实原本还行啦，今天可能是真的太紧张了。对，加油。谢谢。男嘉宾你好，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特别高，你站在两个主持人中间就像一座山峰一样，然后你是中间凸出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就是一个山。你是说某一个主持人矮吗？没有，有话直说。只是他那个身高确实很高，然后在中间特别的突出。哎，确实，我得问问你有多高的个儿？净身高大概在1.88米、1.9米样子吧。不可能，不止，我觉得。对，感觉不止啊。不止。感觉就是。因为骆老师得1.8米呢嘛。陈嘉宾你好，你刚刚上台你说你是 Superman， 但我感觉你更像佐罗，戴个眼罩，叼一根玫瑰花，特别帅气。谢谢。我们来看男嘉宾的立项。我叫唐峰，今年26岁，来自上海。我现在呢在一家钢铁企业里面担任一名管理者，现在工作非常的稳定。在生活中呢，我也是一个桌游高手，例如三国杀这种类似的棋牌游戏。曾经呢，我为了这款游戏，就是把这个牌的内容啊、花色啊以及它的张数啊全部背出来。12年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了宝山一个桌游三国杀的一个比赛，就是那一年
宝山的唯一的裁判资格证书，只有我一个人拿到。唐峰是一个热情开朗、勤奋努力的小伙子。平时的我们一些活动当中，他是一个积极的文体活动者。他是一个非常顾家和孝顺的孩子。我们祝他早日找到心中的另一半，加油！唐峰，加油！唐峰，你是最棒的，加油！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两张扑克牌。唐峰毕业于业余大学物流专业，就是成人自考那种。对，成人自考。对、哦、现在在一个国企呢做企业管理，年薪8万。他说呢自己是一个脾气好的阳光男孩，我爱妈妈，喜欢8分的生意经。对，8分是什么意思？是这样子的，我的工资卡每个月呢是上交给我妈妈的，所以说平时没有什么零花钱，我总得想着去赚一点自己的零花钱。在之前呢，我有2件让我自己觉得挺骄傲的事情吧。我在之前开过一个桌游吧，一家密室探险，都是零投入，然后生意也不错，每个月大概也有1万把块这样子吧。对，怎么可能零投入？你开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零投入。是这么一回事啊。首先呢，我去一家保龄球馆打了一次保龄球，然后呢和这个老板就当天就认识了。但是这个老板的保龄球馆我看他面积非常大，可是有2个房间我看他空着也没什么用，我就和他谈合作。我说我在你这里开我自己想开的东西，我每天的营业额盈利部分我来分给你。然后呢再找了另外一个和我的合作伙伴，我让他投资我店里面所有，比如说我的桌椅啊，我的牌棋牌类游戏啊，就这样找了2个合作伙伴，就让我变成了零投入去赚钱这样子。对，你其实就是担任一个叫牵线人，其实你本身并不参与管理。对，可以这么说。哦，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是比较喜欢婚后掌握财政大权这个样子。然后刚才听你讲说是你把工资卡都交给你妈妈，那你有女朋友之后，然后或者是婚后，你还会把工资卡交给你妈妈吗？如果是我心中那个她啊，我愿意把工资卡从我妈妈那边拿回来交给我的那个她。对，好，谢谢。男嘉宾你好。你好。后面写的我爱妈妈，那你是不是有点恋母情节？我想告诉大家，我爱妈妈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之前就像我说的赚零花钱，然后上班很少有时间回去照顾她。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呢，我就会经常回去陪她。现在特别的黏我妈妈吧。对，什么病啊？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什么？我妈妈得的是那个乳腺癌。哦，对，那要多花点时间陪陪妈妈啊。对。刚才你不是说你身兼数职嘛，然后刚才我看到你个子又那么高，然后长得也挺帅的，身材也不错。我是在做家庭电视购物的，其实我们购物节目也是需要模特的，然后你可以到我们这里然后当模特。这是个好建议，我可以介绍你一下。好啊好啊，可以啊。哎，你不会是借着这个机会故意的吧？他适合做什么样的产品呢？模特数码就是照相机、摄像机啊，适合做这类的。对，或者是服饰也可以，食品、生活、家居都行，全项。谢谢谢谢。好，来，我们为男嘉宾来投票了，不选择请关牌，3、2、1。好，翻开换两张扑克牌。唐峰26岁了，到目前为止只谈过一次恋爱，他认为现实总是太残忍了。他希望找这个女生呢，愿意什么都给你管，特别强调啊，不介意单亲家庭。因为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他可能会更独立一些。因为我妈妈身体不舒服嘛，我也就是体会到那种，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那种孤独啊，那种寂寞这样子，对。男嘉宾你好。我想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女人，你会把你所有的全部都给她。那我想问一下，上一次的恋爱是不是女朋友伤害你了，所以你才会说现实总是很残忍？可以这么说吧，上一次因为谈的时间久了嘛，你会发现一个女生如果说她有疏忽你，电话会经常不接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些怀疑之心嘛。然后有一天在他公司门口等他，我就看见他和他的同事一起走出来的，就打电话给他确认，我说你在哪，你在干嘛。对，然后他告诉我就是他一个人啊，在等车啊，要回家，和我看到的完全是2码事嘛。我很冲动的发泄一下我的情绪，
最后就是导致了自己的那个右手粉碎性骨折了。你是去打那男的去了？是的。然后这个女生她觉得我可能比较冲动，她就觉得那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应该分手。那男的到底是她同事还是除了你以外的男朋友？后来她也有跟我承认，因为之后不是和好了吗，然后她也跟我承认说这是她的领导，然后的确是有一些问题了。对，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两三年前那时候你年纪还小，就是有过冲动的那种刻骨铭心才叫青春嘛，每个人总会经历一次。我觉得前面还有很美好的路等着你。你不是今天已经站到这里来了吗？所以我更关心的是，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单亲家庭的妈妈的情况，我也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爸妈从小也不在身边，自己还是蛮独立的。之后长大了，那我想跟我妈妈一起住，然后如果就是不排除万一的话，你介意一个很大的家庭住在一起吗？我不介意，真的，我挺喜欢的。好，谢谢。对，谢谢。这个小伙子是台上第一个有这样的这表达的人。嗯，谢谢，他完全不介意。非常不介意。我们为他的这种对爱人的那种奉献和牺牲要鼓掌啊。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说愿意什么都给对方管。那如果对方每天要打你电话或者说发很多短信汇报行踪的话，你也能接受吗？那真是太好了，我梦寐以求的。你好贱哦。那不是很好吗？他那么关心我。我跟你讲，这就是人和人的不一样。有的男孩子就觉得你夺命 call 有点烦，你黏着我了，但是这样男孩子他就是喜欢女孩子盯着他的感觉，觉得这样你在乎我，对吗？对，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在恋爱当中应该是也很能让对方放心的那种。对，一定是。我有一次来形容这男生特合适，叫百依百顺。好了，来，接下来要为男嘉宾投票了。如果想选择他的话，请为他留着你那张扑克牌。三二一，好，还是不错的。主动权交给你了。十六位女嘉宾最想了解谁？想了解二号张丹妮。张丹妮，我想问，如果说以后两个人在一起啊，那比如说你想买超过我现在能力以外的房子，那你愿意和我一起还贷款吗？第一，首先如果超出你的能力范围，我不会买啊。其实我有些时候挺信奉老外那一套的，就是其实说真的，我有那么爱你，那租房也没事，反正我从小到大搬家已经搬了上千次了，我已经对这个房子的概念，我觉得哪儿都能是家。真的，家跟房子无关，对吧？对，我觉得真的哪儿都能是家。我觉得什么样的资本过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东西两个人感觉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去 care 的。哟，你真不容易，真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看到在舞台上有女孩说我们哪怕租房子过着都可以，真好。好，可以提出对女孩子选择时候的基本要求了。如果身高不到1.7米的，同时也不肯为了我穿高跟鞋的，可以翻牌。这个倒不过分，因为他实在太高了。1.7米的话，我就不到1.7米，就是像我这个的，你们就翻牌吧。条件让很多女孩子翻了牌。来，你第二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就是工作的休息日不稳定的，请翻牌。休息日不稳定的，请翻牌。还有吗？下一个要求。没有要求了。没有要求的话，请继续为他留牌的女嘉宾做决定，是否要选择。三、二、一，请决定。来，有请。我首先一个很大的疑问，请问两位超过1.7米了，我可以去眼科医院了。没有，他说可以穿高跟鞋的。李老师，我裸高1.6米，我可以穿10公分的高跟鞋。女嘉宾你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丽丽，现在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是做 HR 的，所以我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双休日是就是可以固定休息的。你知道不是网上流行说那个最萌身高差就是190-160等于30厘米，知道吗？30公分是最萌身高差。这是哪个疯子设计出来的？真的。我想领略一下这最美身高差的美丽。 来你过来站过 来给我看看。他就把鞋脱了。对，穿这个高跟鞋不穿啊？不错。好
我拖鞋。难不难？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去上一个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了。都要搞什么这个？绝对是父女情深啊！最萌身高差这叫啊！好。其实我觉得你长得蛮帅，但是一点都没有给我很浮夸、很油的感觉，觉得很温暖，然后很安定。然后我觉得你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也很孝顺，也很聪明。是可以生活的一个阳光大男孩，然后你心灵手巧，前面已经夸过了嘛，你做了丝袜花，然后我也很心灵手巧的，就是我前几天就去那个 DIY 了一个小盆栽，我微博上有发图片，就是我觉得生活中就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心思去经营自己的生活，会让自己心情变得愉悦。相对来说跟你很多地方是比较吻合的，而且我的性格就比较开朗，其实我喜欢的男生类型也就是这种不一定要话很多，然后呢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在我身边，然后有个怀抱可以让我依靠。谢谢谢谢谢。男嘉宾你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晨怡，来自上海，今年26岁，跟你的年龄是一样的，现在在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担任行政一职。其实我身高也只有160了，但是我想说身高不是问题，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刚才看到你的一些自我介绍，我觉得接触下来你是一个非常坦诚然后非常孝顺的男孩子，我比较欣赏这一类的男孩子。你会做丝袜花，说明你心灵手巧，然后我恰恰是一个手工活非常差的女孩子，所以说不知道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能否互补一下，你可以教我做吗？谢谢谢谢。好了，两位女嘉宾向你表白，陆老师。我没什么可推荐的，因为他人家提出来过1米7的请官牌，但是两位都留着牌，这足以说明两位女生对他的感情是真诚的。那么这个权利就要交给唐峰了。如果你还拿不准主意，你可以挑选其中的一位呢，跟对视20秒，增加一下你的信心。面对两位女嘉宾的深情告白，这位温暖的阳光男孩会牵起谁的手呢？百里挑一，由天窝茶庄炭烧奶茶独家冠名播出。年轻不怕火，只怕没有燃烧货。天窝茶庄炭烧奶茶，优选进口牛奶，上等乌龙，经历高火冒险，过把火才够味。天窝茶庄炭烧奶茶。哪儿去了？奔腾剃须刀，剃须不残留。帅炫迈烤香糖，花花，你的高音可以飙多久？你的炫迈嚼多久，我就飙多久。挑战开始。歌唱不是一种享受。还行吗？根本停不下。Stray 炫迈口香糖，美味持久，久到离谱。新年福到，好运停不下来。嗓子干咳痛，一杯青侯利咽颗粒，缓解症状，滋润嗓子。嗓子舒服吗？蔓延舒宁牌青侯利咽颗粒。跑哪儿去了？奔腾剃须刀，剃须不残留。送货，送货，过年就是要送货。旺来，旺来，过年就是要旺旺来。旺旺大礼包，礼旺亦更旺。谁能从零开始，全面审视？
新集成，新节能，新驾驶，马自达创驰蓝天，从零打造全面革新，带来四位一体高效能技术，将驾乘乐趣与环保安全性能完美兼顾，打破常规。 That's Mazda。 送货送货，过年就是要送货，旺旺大礼包，礼旺一更旺。你太嫩了，炒了你。你也是不干脆，也炒了。还有你，一炒八香，金门狼香锅牛肉面，年轻人喜欢的味道啊。蜜齿酥柔顺挑战，秘密是一支精华两大用途，飘柔润发精华素，一梳柔顺到底。飘柔蜜齿梳一梳，柔顺到底。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省电、安全、舒适，同时洗澡、洗碗、洗菜，热水都不断。格力空气能热水器，你用了也会说好。25岁起有玉兰油多效修护霜，一瓶对抗7大岁月问题，细致嫩滑，总在年轻状态。同学会上，他们都说，过了25岁还像25岁，多效修护系列。15年前，公牛改变了插座，今天公牛不断开创儿童防触电、防雷、抗电磁干扰科技，为中国10,000,000家庭提供更全面保护。公牛插座领导者。送你精装一口莲，巧克力风味酱注入太妃糖，再包裹柔滑的巧克力，层层巧克力，美味大爆发。精装一口莲，惊喜新上市。他们这个权利就要交给唐峰了。谢谢两位女嘉宾，谢谢。谢谢就是拒绝。对。你考虑好了。是。没办法。谢谢两位啦。来吧，祝你成功。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你的选择了，选择的是2号张丹妮。不过妮妮，我跳发现场上唯有张丹妮的这个身高跟她的般配。就是，这站在一块儿来看看，站一块儿我们看看。我可以了吗？当然。你可以了就可以了。这个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蓝玫瑰。然后总共有11朵，花语是一心一意。然后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一共有2个最重要的女人，一个是当然是我妈妈，还有一个我感觉会是我面前的你，所以，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我和我的妈妈一起看了这个节目，看了你的短片之后，我觉得有好多地方都和你非常的类似，然后也能体会你从小的一些孤独啊、独立啊那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和你应该还挺合得来的。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谢谢。哎呦，玫瑰花女孩子可能会收到很多，但是亲手做的玫瑰花，哇！我相信张丹妮这可能是生命第一次吧，亲手做的玫瑰花。第一次。但是我也确实想问一下丹妮，他前面跟你其实交流的很多，小伙子甚至都明确表达了他对你这种家庭身世的不介意。对。可是你没有给他留牌。因为他说那个就是周日休息不稳定，因为我兼职模特嘛。没关系，他也即将去吃那个公司做兼职模特了。对，我觉得兼职模特应该不影响什么，因为我也兼职过做这个。对，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嘛，就像你说的那个不分，就我也要努力的不分，才能自己付房租，然后养自己。然后因为我10月份的时候我外公刚刚去世了，然后就剩我外婆一个人，她在崇明，然后我平常很忙，然后还要
就是一个星期就是回去看他，因为我怕老人家一个人就是不习惯。然后我外婆她特别善良，以前我答应她就是我以后赚了钱就会帮她去做一副假牙。那我们俩不正好吗？我们一起去赚钱，一起去孝敬我们的长辈。你给我一次机会吧。给一次机会吧。欢迎。给一次机会吧。不给自己机会，怎么会知道这是不是合适呢？依琳姐姐，我能要求心动20秒吗？可以，当然，可以。来，天窝炭烧奶茶，动情时刻。其实我觉得挺美的，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詹丹妮能够给他一个机会。男嘉宾，就是这样，之前你在翻牌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感情上面受了一点创伤。其实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就你不要看我平常把自己打扮得很坚强，甚至可能有些时候都变成刺猬了。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需要一个很宽大的肩膀包容我的人。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一个应该会偏向考虑就是比较成熟的男生，但是我在你的身上好像也有看到这些特质。那你的决定是答应他。丹妮，百里挑一由天窝茶庄炭烧奶茶独家冠名播出。年轻不怕火，只怕没有燃烧货。天窝茶庄炭烧奶茶优选进口牛奶，上等乌龙，经历高火冒险，过把火才够味。天窝茶庄炭烧奶茶。哪儿去了？奔腾剃须刀，剃须不残留。奥利奥拜年了，农历新年快乐！奥利奥，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欢聚贺满年，只有奥利奥。25岁起，有玉兰油多效修护霜，一瓶对抗7大岁月问题，细致嫩滑，总在年轻状态。同学会上他们都说过了25岁还像25岁，多效修护系列。帅炫迈烤香糖，花花你的高音可以飙多久？你的炫迈嚼多久我就飙多久。挑战开始。合唱不是一种享受，你还行吗？根本停不下。Stray 炫迈口香糖，美味持久，久到离谱。新年福到，好运停不下来。嗓子干咳痛，一杯青侯利咽颗粒，缓解症状，滋润嗓子。嗓子舒服吗？蔓延舒宁牌青侯利咽颗粒。要谢绝口气，就要抑菌。黑人专研清新牙膏，12小时攻防，攻击细菌，预防滋生。科学实证，12小时抑制口气。只讲事实，不讲故事。黑人专研清新，科技改变生活，
金鸿新一代美食冰箱 ，Fresh 水离子抗菌，清新美食，美食顺冷冻，新鲜更营养，不需解冻，即用即切。金鸿美食家的冰箱，就一口，就一口啊！康盛老坛酸菜牛肉面，32道工艺秘制，地道川味，不止酸爽，康盛老坛更爽。康盛老坛酸菜牛肉面。要谢绝口气，就要抑菌。黑人专研清新牙膏，12小时攻防，攻击细菌，预防滋生。科学实证，12小时抑制口气，只讲事实，不讲故事。黑人专研清新。我们吃的任何食物都有可能酸蚀牙釉质，但新高露洁360修复牙釉质牙膏能帮助保护牙釉质。看蓝色区域代表脆弱的牙釉质，它被食物残留滋生的细菌所酸蚀，高露洁360能帮助减少细菌滋生，最高达75%，减轻牙釉质被酸蚀的可能，牙釉质更强健。新高露洁360，新年口腔健康，高露洁送小黄鸭碗，祝你万事如意，送你精装怡口莲巧克力风味酱，注入太妃糖，再包裹柔滑的巧克力，层层巧克力，美味大爆发！精装怡口莲，惊喜新上市。茶多酚女孩的眼中最爱有机茶，就给她一份黑人茶贝健，精选有机茶叶，茶多酚和4大功能，焕发健齿力量。黑人茶贝健。15年前。公牛改变了插座，今天公牛不断开创儿童防触电、防雷、抗电磁干扰科技，为中国亿万家庭提供更全面保护。公牛插座领导者，我们一直相信美丽是没有国界的。国际连锁源自韩国 ，Yesda 一心正经，你就是明星。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一个应该会偏向考虑就是比较成熟的男生，但是我在你的身上好像也有看到这些特质。那你的决定是答应他？那你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也是希望找一双手能牵起我，我们一起温暖的踏实的向前走。是不是冥冥中好像有点第六感，我就觉得我今天来节目就是如果有好的我就想牵一个走了。我之前在节目也说过，我自己特别爱吃甜食，然后我也特别爱吃棒棒糖，就是也算是一种内心的软弱吧，我觉得吃了甜食就没有那么不开心了。然后今天我带了礼物给男嘉宾。你也带礼物了，太好了，来来拿上来，拿上来。是棒棒糖啊。对，这是紫金锤，来一人一个。哦，真可爱。哎，两个人都一样，生活中有再多的不开心啊，在一起之后甜蜜了。然后我希望他以后跟我能一起叼着棒棒糖快乐生活。在棒棒糖之后呢，骆老师有礼物送给你们。哎，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呢要送给你们的礼物。男女嘉宾将获得由天窝茶庄炭烧奶茶提供的价值4999元的旅行卡一张，以及炭烧奶茶提货卡两张，还有由金玻璃钻石提供的钻石对戒一对，以及黄轩喜庆干红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好了，再见。再见。